区的管理员已经证实了这个问题。看到那个穿防护服的那个警察跟保安一起来了，已经。你说得是那眼干又问话热了，这就问话热，说这样。差不多了吧？还能有推出去？高烧39度4天，然后在我们医院看发热门诊，那颗开药没有药，下来退卡发脾气。你看摘下口罩咳嗽呢，故意对着里面咳嗽。哇。